在干法中，稻盛和夫把自己的工作观乃至人生观用一个方程式表达出来，就是人生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以热情乘以能力。在这个方程式中，只有高能力或者高热情都是不行的，只有两者分数都比较高才可以取得高分结果。而思维方式更影响整个分值。首先，即使能力高而热情不高，则不可能得高分。稻盛和夫明确认为，人可以也分为三种。第一种是点火就着的可燃型的人，第二种是点火也烧不起来的不燃型的人，第三种是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自燃型的人。而一个团队内的不燃型的人，套用上面的公式，就像是热情为零的人，纵然有能力，但无论如何激励，依然没有任何工作动力，最后的得分依然是零。稻盛和夫明确地说，这样的人必须请出团队去。其次，如果能力的分比较低的话，通过热情的高分也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勤能补拙。比如能力是90分，如果热情不高只有30分，则只得2700分，如果能力只有30分，热情高达90分，得分依然是2700分。这也是稻盛和夫观察到的现象。能成就事业的人，不是那些聪明的人，而是那些愚钝的人，因为他们能力的分虽然不高，但热情很高，而且长期坚持后，能力不断提升，得分就会不断升高。第三，尤其应该注意的是，思维方式的分值是从-100分到100分，直接决定得分结果的天壤之别。如果持有正面的思维方式，人生工作的结果就会是一个更大的正值。相反，如果持有负面的思维方式，哪怕是很小的负数，总成绩一下就成了负值。而能力越强，热情越高，反而会给人生和工作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，这是无情的现实。所以作者警告说，如果负面的思维方式不改正，不管你有多少财富，你都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。什么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？稻盛和夫在书中给大家开出了清单，一共有11条。一、积极向上，具有建设性。二、善于与人共事，有协调性。三、性格开朗，对事物持肯定态度。四、充满善意。五、能同情他人，宽厚他人。六、诚实正直。七、谦虚谨慎。八、勤奋努力。九、不自私，无贪欲。十、有感恩心，懂得知足。十一、能克制自己的欲望等等。如果对照这个清单，就会发现，即使有什么好的干法，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你的工作价值观、人生价值观。这正是当代人最为脆弱的一面。多少人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多少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但却从来没有想透什么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。于是不管到了多高的位置，积累了多少财富，却依然在迷茫着，彷徨着，甚至走向疯狂和毁灭。这是最需要恶补的时代课。